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、铃铛，记住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在听节又曾在你的微信官方5月14号公告这次的新的10霸熊高期，那应该是因应万圣节的十日系的剧情啊，刚好有演到这个古青年跟高期的部分，那就把这个高期再重新制作一个。那不过这个版本是黑熊精的样子，黑熊精的样子不是人形的样子。好，那霸熊高期呢，它是暗属性，不是幽属性，然后狮子铁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天赋的部分，怒熊之威，除了气血外，全属性提高8到15%，它直接先加全属性的，这一点还算不错。那你遭受物理还有法术攻击的时候，你自己的物防法防大于等于目标的，哦，蛮复杂的，大于目标的物攻法攻的 50% 或 40%， 然后则免伤额外提高 15%。 物防大于对方一半的话，应该算容易吧。然后并使用绝学，使用绝学之后呢，可以对2到3个范围内的所有敌人施加一个 debuff。 然后自己又可以获得暗铠的状态，并开启威慑，这个威慑的 buff 呢是自身反击射程加1，比如说至少有2个啦。那2到3个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除气血外，降低 10%。 但它可以护卫吗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而且翻越障碍能力失效，就是有点像那个音息，音息是迟缓嘛。但是那个高期的部分是你额外只，它是降低全属性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啊。然后而且翻越障碍就像那个李逍遥、殷建平通通都不能翻越。 OK， 强迫攻击啊，也不是强迫攻击，就是你的移动会下降一点点啊，它不是迟缓的效果，但是它会影响到殷建平跟李逍遥这种类型的阴影啊，像御风类型也会被影响到。好，然后绝学哈，罡风斧掌，攻击单个敌人1倍伤害而已，然后可以集合目标3个。那如果路线被阻挡的话，则施加晕眩，这个就一般般。好，再来绝学，这个是魁兽如山。选择一格空格进行跳跃 ，OK， 这个范围是4格，4格的范围，但是 0.5 倍的伤害。那清除攻击范围内的敌方地形，还有机关哦，机关，那个铲子那个阴灵叫什么？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并施加皮洛伊，这一招我觉得还不错，打 PVP 可能蛮适用的哦，那种 PVP 角色，大家会常带什么制造地形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个干扰性也蛮好的，清除干扰啊。然后这个皮洛是增加持续2个回合。那你在绝学范围的边缘空格制造岩壁机关，持续2个回合。那这个岩壁是效果是无法生成其他地形，不可停留，仅飞行跟轻功角色可以跨越。我看一下补充说明啊。岩壁就近哦，只有轻功跟飞行能力的角色可以穿过岩壁。OK， 飞行的角色就没问题，但轻功这边会被高期的天赋被影响到，因为它不可翻越障碍嘛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天赋部分搭配这个魁兽如山的这个地景的效果，就是阻挡你在外面，你不得来帮忙了。其实这一点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LOL 的德玛西亚，还蛮像的。OK， 然后谁敢来犯的绝学，就是范围内的 0.5 倍的伤害，然后增加 buff， 自身获得护卫状态，持续2个回合。哦，这是攻击之后增加2回合的护卫。那自身绝像绝学未进入冷却的话，这本次护卫时间加1。OK， 就最多是3回合。好，那相邻两个内的友方承受所有攻击伤害 ，OK，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护卫，没问题。
被动利爪，额外获得护卫范围是防御层加一，哎，也就是说它最多可以四层哦，可以加两层哦，一个被动嘛，然后再加上天赋的部分的威则，也就是说它最多可以反击，不是四个啊，三个，哎，还算不错的体位。好，那绝学部分跟魂师推荐这是参考就好。那阵法它没有，但是以以他的技能来说，还蛮有特色的。当然，他的攻击你说有到强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他毕竟是铁位嘛。但是他的干扰的效果还蛮不错的、欸。如果打 PVP 还蛮值得用的、欸。嗯。不过像那个法海应该就可以直接穿越了，因为法海有一招是可以飞过去的。那是可以帮忙你的队友。但是其他角色像我刚刚说御风角色。侠客类型的可以翻越障碍，那些通通都被挡住了。宙斯也是，除非是以下用御剑飞行冲进去那个岩壁里面啊，这干扰性十足哎、欸，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哎、欸。如果跟双双比的话，我比较想抽黑熊精哎、欸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次呢就是霸熊高期的技能介绍啦。那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做讨论。那喜欢的影片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住我们的 IG、FB、Twitch、BBD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